这田里的牛鞭草才长这么深一点点呢、啊。缺坟还是麻烦呢、啊。我们上面去年六月份种的那种牛鞭草啊，现在已经有五六十公分深了。但是这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最深的也就一二十公分。这块田虽然水费是够的，但是这个肥呀、啊、很缺。这是买的复合肥，刚刚把这个田里面全部撒了一遍。这不撒肥料，这个草难得长啊。全是黄色的，还没开始翻绿。今年我们这里遭遇了雨雪冰冻天气，温度挺低的，雪也挺厚的，但是这个牛鞭草一点事都没有，也没冻死，只是说这一块缺肥料，所以长得慢。如果不缺肥料的话，现在都可以割出来喂牛了。这种牧草的话没有种子，但是会开花，都是通过种结繁殖的。就像这个种结的话，你丢在水田里面，它马上就会发起来，无论是扦插还是埋在土里面都行。这种草的话适合那种大水大肥的地方，